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今天我们又玩了这个Minecraft 的解谜地图。然后今天我们有四个人玩的是大树、鬼妹还有那个小龙的。然后这个地图叫什么名了？我突然间忘记去，我去看了榜样。楼梯。楼梯？你确定是楼梯吗对？Welcome to the staircase。对啊，果然是楼梯，大树神算。然后这边呢是叫你安装材质包了，然后下面他讲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跳下去后面的洞口喽。然后这边是设定的，就是说声音关掉，然后那个音效开最大，然后能见度的话开50，然后这个 brightness 的那个一粒粒的那个关它最小就对了。你你你，对，那个我不懂，我不懂啊，我忘记那个我们讲讲，好吧，就可以开始。荔枝，荔枝还是荔枝？大叔，大叔，你这个史蒂夫头有流血，很欠打的样子。走吧，Let's go。算了，又不是我要的。哇啊啊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不到太你们一群人这边看不到。我看不到。现在是怎样？我现在是怎样？现在就是开始了，应该是解谜的，还是没有？算是逃脱地图吧，这个不应该是解谜，应该是逃脱。我说我现在是怎么样？你啊，你躲在后面牵小龙的手就可以了。我跟大叔打头阵 ，Let's go。等下，我们有那个什么那我现在是怎样？怎么演吗？你说全部往后走。什么往后？我现在是怎样？现在走下楼梯啊，那边一个楼梯，鬼妹看得到吗 ？Let's go。我在干嘛？我看着你站在那边哦。那边。呜呼！你站在那边面壁思过 ，Hello， 啊，我在鬼妹那边，我在鬼妹那边。我觉得看到小龙了。卡了。你卡了是吧？我觉得我卡了，因为我看你们，因为你讲我根本就是不一样。哦，那个整个画面好暗呢，我看一下。好 ，slowness and blindness 啊，意思说眼馋跟脚馋。你们太好吃了。那个一个是行动慢的，然后一个是把那个视野减少，所以我们看的都是看到很暗了、哦，因为我们有 slowness 无限时间。那个不是 slowness， 一个那个 blindness。好吧，我慢慢下楼梯。大叔陪我，大叔有什么异样？你要 cover 我一下。我连他问你，我连我自己都有问题。搞什么？快下来！你不丢下我一个人的。你为什么要选择我？我先打头阵。我在你后面。哪里有？哇，你直在后面。可是你的脸很欠打、啊，真的是。撞你了！等一下，那整个是在卡。那个小龙，等一下你过去带鬼妹过来，我跟大叔慢慢的投下去了，走。你想不想一感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想太卡了，等一下。对哦，我是觉得有点不想。大叔，你快点过来，大叔。哦哦，阿伦，一直听到你讲，你会怕？怕，都不会怕。一个人玩会怕，你有在就不会怕。撞了。大叔，你哪里？大叔，你后面，大叔，你后面。没有被小龙撞到。没有嘞，大叔，你的头，大叔，你的头。我头一粒，你的头好像给了 slap 了一下，红红一大片。好暗哦。对哦，整个很暗，因为我们有那个黑暗的状态啊，无限时间。眼馋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个问题哦。可以啊。我很帅吗？我很帅。那现在小龙在哪里？小龙在你身边不是吗？他在接你啊，刚才。我跟严重小龙失踪了。我跟大叔走到树下一下了。我没想到。我怎么看？大叔。啊？我们丢下他们两个吗？确定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用紧，让那两那一堆可爱的鱼，慢慢的爬下这个楼梯，我们先冲前锋。小老师，哇，吓到我！刚才前面有一个史蒂夫，是不是大叔你？我的，就是我的。我的，其实不是我前面，其实大叔比较可怕，那个不可怕。不要，那你没有啊，走前面才会怕吧？你们再下来应该是没有东西的吧？啊，对啊。大叔，我们走回去看他那个声音还会不会跳出来？等一下，这样子的问题被……等一下，你慢点走路。对啊，等一下。我走回上去了，我是要看是不是那个红色机关。我那天才玩过本屋啊。我觉得只有一次吧。一次吧，然后他们来了，汇合了，耶、yeah ！Hello。Yeah。
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万事、万事有大叔在，我们推大叔先上去死先，兄弟。大叔打头阵，大叔上。我在你后面。我上在干嘛？我在你后面，大叔，我在你后面。你们看我在干嘛？哎呦喂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蝙蝠罢了，蝙蝠罢了，灭了他，大叔灭了他。打不到鬼妹，鬼妹，不要太快你！我那根本就是两把剑，有点恐怖哎！鬼妹还跑到下面去了。等下你们，等你们，鬼妹不要乱跑，鬼妹。你们在哪里？哦，对，十三秒，我站在一个楼梯角落等着先。大叔，哪个楼梯角落？你一直转着下来，你就看到我了，我在最前面。你鬼妹站着，鬼妹站着，鬼妹站着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我跟哎，我跟鬼妹会合了，你们站，走，就是哎，很恐怖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等一下，你们先冷静，冷静，看你们俩，我找到大叔，大叔鬼妹，还有小龙，我先带头阵，小龙被抓走了，小龙被抓走了，小龙，这是一个故事剧情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一直爬楼梯吧，那个游戏。不等小龙哦。能啊。小龙，小龙他不是刚才跟你一起的吗？啊？什么？小龙就在你后面吧。那是卡特，这声音很恶心。没有，我的声音比较恶心。Hello， 大叔声音比较恶心，大叔脸比较恶心。爸。现在我在哪里啊？你有帮助，你看你没有帮助。我不想啊。你的帮助点太低了。对啊，我突然惊醒了。小龙自己走了。对啊，我看到小龙。我看到是小龙，哎呀，我跟小龙，哎，你们在哪里？哦。我好像触发了机关，我好像触发了机关。他们在游戏啊。他们在游戏啊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大家不要动，大家不要动，我上来找你们。啊，我一直往下走啊，刚才那我看到小龙了，看到大叔，看到大叔，鬼妹你在哪里？鬼妹，鬼妹刚才他自己跑很快啊，我追不到他。那你们，那阿伦你在哪里？我现在走得下去啊，走得下去了。啊，不是大叔想我讲的楼梯游戏。楼梯游戏，别怕别怕别怕。来了来了，我们来了我们来了。等一下先，等我一下先，等我一下先，你们怎么走这么快？啊，我找到鬼妹了，我找到鬼妹了。别算了，你们怎么走这么快？鬼妹，你不要再动了，前面好像有奇怪东西。前面有一滩血，不要过来，暂停。好，我过去。你们在哪里？大叔，你绕着先来对啦，绕着先来对啦。你知道我这个碰上我的脚跟，我这个受伤了，头先走路很辛苦。受伤的脚受伤了。哦，我前面一滩血的，我觉得。你走到那滩血那边就已经靠近我了，可是他这边又有音效了。哦。不不可以呢。哦，又来。你看我讲什么脑子？哦。别怕别怕，伦哥在，伦哥有在，别怕别怕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你们，我在跟鬼妹，在跟鬼妹，鬼妹突然上线，鬼妹在哪里哦？鬼妹去楼下了，鬼妹去楼下。对啊，就是我也追不到啊，现在我一直在走着下去。你在哪里？我在雪地那边，我在雪地。不用，一直走下来，大叔，不用停啊，直接走。哇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好像中太阳，晕眩，我中晕眩，好吧。好、oh, ，OK， 恢复了。你敢不想了？你敢？我。鬼妹，你不要走太快啊！鬼妹。鬼妹，不要走啊！啊！可以。喂，喂，
搞什么？大叔，你吓我！大叔，你要中啊！大叔。什么？有什么？我在。哦，我看到个奇怪东西。我看到很多大叔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快上机，快上机！我看到很多大叔，我看到很多大叔。微微，你在哪里哟、哦？你不要太快，很多。大叔，你跑最快的吗？我跑最快了。好、okay, 看到我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。哎、欸，我在。我最下面了，什么？我在大。上面呢？我在大叔的尸体附近，你们快点整得下来先。啊？对啊。我想哭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小龙跟鬼妹在楼梯那边。哎、欸，在楼梯。我想哭，好像是。现在我是在下面，你们有看到那个大叔的那个他在大叔的头这样的吗？被 slap 被巴掌的头，很多个人在那边。快走下来，我在那边等你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我走很多圈下来了，刚才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四维头像，大叔的头像。四维头像，算了。那那个鬼妹，不要动了，看到我那这边 ，Hello， 汇合了。OK， 算了。慢慢走。原来我头是这样来的。不然呢？哦，这边又有。这边开始恐怖了，这边忘记 Pixelmon 了才知道。哦，这边也是很恐怖，有其他人头了这边。OK。不要，你别怕别怕，伦哥在前面，别怕，伦哥在前面。哎，我看到史蒂夫。没有，我看到史蒂夫，还有看到其他的。比较恐怖嘛，我先走前面，我走前面，哦，我的卡着了，哎，大叔等我，我刚刚有一秒卡着，真的，哎，音乐有变到，应该是要完了，不要怕，打到什么狙击机哦，我冲着前面了，哇、哦，冲墙壁，我晕了，等一下，怎么已经炸弹？哦，哎。OK， 啊 ，TP 我小龙 ，TP 我，大家 TP 我，应该是完了。房子里面。嗯，房子里面对，你们在房子里面吗？对啊。耶，通关了，不错。By I Minecraft 1337 Hope you enjoy。嗯，不错，蛮恐怖一下，可是我点错。跟大叔是 A 级。你跟大叔是 A 级。没有锁匙，我不能出，你们有锁匙吗？过来救我一下，我在出名。你们干嘛没 TP 到我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哎，我在出名加锁这啊，救命！哇！那你们俩，没 TP 到。小龙去吧。那个，哎，我开门一下，小龙，我没有锁匙嘞。不要，我没有锁匙，哎。我要锁匙。我懂了，阿龙，他是发梦来了，但是他梦来了，可能呢、哦？你们刚刚是被 TP 到我，我刚刚要这个是当掉的。OK， 好了，结束了，大家看我看这个地方。OK， 好吧，这一个地图也是虽然只是楼梯层这样吧，走射下来，然后可是也足够把你们吓尿了，其实。好吧，不错的这个恐怖地图啊，也不算是逃脱啊，根本就是吓尿的地图罢了。这个，好了，这边就玩到这边为止啊。我们这次，然后喜欢我们影片给我们一个 like， 然后有对欢迎的，我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保持疗效头部这个血迹。你就算了吧，你就保持这个形象。